二次元风格的动作 RPG 轮回战机已经在手机双平台上线喽。每次战斗可以选择三位角色，并且可以因应战况随时切换出场角色，而待机中的成员也可以使用援护攻击辅助。战斗时除了需要注意属性克制关系，大部分的敌人也有霸体盾牌，注意回避不弹刀，在敌人露出破绽后再进攻才是获胜的关键。各角色除了本身的技能与必杀技之外，还有类似被动技能的誓约，能够让全队成员获得 buff， 也让配置队伍时有更多元的选择。现在就拿起手机，与郑公主一起冲破时空的枷锁，前往未知的领域冒险吧。